这是一段苦难而又辉煌的历史，这是一个伟大与罪恶并存的人。他短暂的人生，匆匆而逝的王朝，如此生动而不可思议，如此辉煌而又伤痕累累。据说隋炀帝杨广出生的当天晚上，本来皓月当空，突然雷声大作，刹那间天昏地暗。夫人如何呀？母子一切平安，您可喜得贵子了。夫人，好好好，真是好面相啊，好面相啊。夫人你看啊，你看他多像我呀啊。夫人，你这是怎么了？高兴的？是啊，高兴。母子平安，我当然高兴。可每次妾身生育，您都守在我身旁。夫人，你呀，你快听听啊！哎，这府内声乐缭绕，多么喜庆啊！你再看看我儿天庭饱满，就给我儿取名叫杨广。这乳名嘛，乳名我看就叫他阿嬷吧。阿嬷？夫人，阿嬷一定会给你带来好运气的，你应该高兴才是啊。夫人你看啊，你看他多像我呀啊。殿下，奴才为您抓到了。抓到了，给我，不要，别活我，给我。太子殿下，这是奴才为您抓到的。给我，谁让你抓？我要自己抓，我要自己抓。奴才该死，给我吧，奴才该死，给我吧，给我吧，去，真不知羞耻，无知男儿，有本事自己抓去。嗯，哎，小命给你。天哪！太子殿下，娘娘要宣王子和公主去问话。一公公，一公公，你起来吧，你快起来吧，一公公。天哪，这要是让娘娘看到了，那可怎么得了啊！快跟公公去洗洗啊！如今呐，你们的父亲是皇帝了，你们都是太子、王子和公主。这举止言谈可不能违背公理呀，都要记住啊。
易公公啊，什么是皇帝？皇帝，皇帝嘛，皇帝就是想干什么就干什么，天下所有的东西都是他的。陛下，请上御驾。哦，同坐，同坐。啊，娘娘请。慢点，娘娘。哎，慢点。哦，来来来，娘娘请。坐，坐吧。起居啊！娘娘每日送朕上朝而来，下朝而归，这可真是破了先朝的规矩。皇上整日操劳国事，下得朝来，说说笑话也好，轻松轻松身子骨。谁人不知，谁人不晓，皇上和娘娘可是金龙配玉凤啊！嗯，朕是说。娘娘虽为凤体，可毕竟是女流，身骨柔弱，这样为朕操劳，真让朕不忍心呐。陛下，谈何于心不忍呢？臣妾无大才，以助圣上一臂之力，这接送往来，何足挂齿啊？嗯，啊，是是是是，谁人不知？娘娘乃宫中一圣贤呢，啊！你来追我呀！哎呀，我也喜，嘿，真好玩！呀，太好玩了！别闹了！怎么样，也是的嘛！一公公长大了，我想当皇帝。殿下，这话可不能随便说，要杀头的。皇后娘娘驾到。好一派皇家的尊严！老阿姨，奴才在。你就是这样伺候四皇子的？我看，他们都让你给宠坏了。娘娘，是奴才的错，是奴才的错，奴才罪该万死。哼。别开口死闭口死的，谁死了都不是什么好事。我这辈子连踩死个蚂蚁都犯嘀咕。我是说，别误了皇子们的前程，那可是大事。好吧，就饶你这一次。来人，奴才在。罚老阿姨公账20。奴才遵旨。母后，这都是儿臣的错，是儿臣的错。你再敢说，我就罚他50公账。哎呀，都怨我，都怨我，是我害了玉公公。你走吧，你走。玉公公，别哭了，哎呦。别哭了，别哭了，阿姨，哎呀，阿姨，哎呀，无不敬，眼如丝，安定慈，安民哉，敖不可长，欲不可治，志不可满，乐不可及，贤者遐而敬之，畏而爱之，爱而知其物，憎而知其善，积而能善。你怎么总是这样笨头笨脑的？陛下，娘娘，太子杨勇虽然语色言足，
然平时做学勤劳苦读，实为楷模，望陛下娘娘宽宥。阿勇，儿臣在。朕暂且不问，要引以为戒。是父皇，儿臣记住了，谢父皇恩待。晋王，你接着背。阿嬷，是母后。道德仁义，非礼不成；教训正俗，及礼不备；纷争辩讼，及礼不决；君臣上下，父子兄弟，非礼不定；官学士师，非礼不亲；班朝治君，立官刑法。好了，阿嬷，一礼十七篇，你都能熟读背诵吗？回父皇，儿臣只能熟读，不能全部背诵。哦，以儿臣的聪慧，儿臣不喜欢。儿臣喜欢诗赋词律、算学地理，还有天文历法、中医草药。这一礼十七篇是治国修身的本纲，不可不读。你们都是皇子，这江山社稷将来要靠你们去掌管，这赋诗音律都是些穷诗人们的事儿。依朕看，阿嬷作学识广，诗为好事。不过这正学也不可荒疏啊。阿勇，你是储君，是太子，将来要继承皇帝的大业，这样怎么能行呢？要多下功夫才是。是母后，儿臣记住了。阿亮、阿武，儿臣可熟读诗经、素素兔节、卓之铮铮、赳赳武夫、公侯干城。不对不对。阿亮、阿武，你们现在年龄还小，不过和太子同堂作学，这也是破了先朝的法制，这是父皇母后对你们的恩赐，不要荒误了学业。是。孩儿们平身起来吧。谢父皇母后。许廷甫，奴才在。朕见你们兄妹四人朝夕相处，情谊笃厚，甚是高兴啊。圣上赐金龙护身符于你们，这也是破了朝廷的规制，希望你们四人互勉互利，不负圣望。自古帝王之家应嫡庶之分，争权谋位，相互倾轧，而你们兄妹四人乃一奶同胞，一母所生，要鼎力相助，共建大业呀。谢父皇母后。你们哪里像个皇子啊？
是我把你们给宠坏的，你们居然敢反起我来了。圣上刚刚把金龙护身符赐给你们，你们就这样报答他吗？阿嬷，你越来越不像话，来人来人，执行伺候。娘娘息怒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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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娘娘息怒。母后，这都是儿臣的错，都是儿臣的错。不要打阿嬷哥哥，母后，是儿臣理应受罚。娘娘息怒，娘娘息怒啊！阿嬷哥还疼吗？不疼了。狗奴才，以后你再敢告状，我就宰了你！奴才不敢，奴才不敢。殿下，奴才说什么也不敢了，那都是奴才一时不慎说走了嘴，我哪敢再去告状啊？殿下，要不您就当我的嘴长在屁股上了啊？阿嬷哥，这个他的嘴长在屁股上了。哎呦，你慢点！殿下。都是老奴连累的，易公公，以后有谁再敢欺负你，我还让他吃小虫子。殿下，你可再不能为老奴受牵连了。老奴求您了。阿嬷弟，要不咱们再到东海池去玩吧？阿嬷哥，要不然我给你背一首曹植的《野天黄雀行》，你看好不好？不对，我想起来了，阿嬷哥最喜欢薛道衡的《思故乡》了。哎呀，都不对，阿嬷弟呀最喜欢骑大马，骑大马，对吧？骑大马，骑大马，骑大马。可马太大，我不敢骑呀。哎呀，骑我的，骑你的，对对对。这样远离车骑卫队，实在是不妥啊！老兄，有何不妥啊？这从边关到京城，迢迢800里，我不就是这样走过来了吗？啊！你啊，宇文兄，你不知道，我恨不得一步就飞到勇哥、五妹和亮帝的身旁，我可真想他们呢。宇文兄，是他们。驾！驾！五妹，驾！驾！五妹，五妹，五妹，阿嬷哥。你怎么样？你好吗？见到你太高兴了。来了，好菜上来了。真是很想你，真香啊！我也想你们呐。阿嬷哥，哎，五妹，这可是勇哥破了宫规给您烧制的名菜，对，是鱼。哎，快尝尝，尝尝，尝尝。真香啊！阿嬷哥，哎，等等，让我先尝尝。敬你茶，好吃吗？好吃吗？不错，哦，不错，果然是名不虚传啊。怎么样？阿嬷哥从边关回来，勇哥都乐昏了头，不知道给阿嬷哥做什么好了。是啊，汉王说的一点也不错。晋王殿下每次来府，太子殿下都破例。
谁不知啊，父王母后一向崇尚节俭，宫规明文不得设宴奏乐，要是让他们知道了，那……哼，不要紧的。勇哥平时啊也不是这样的。再说，要是父王怪罪下来的话，父王准会说：“哼，这又是阿武的主意，对吧？对吧？”谁说不是呢？五妹啊，从来就是父皇母后的心肝宝贝儿，也是我和勇哥的掌上明珠啊！心肝宝贝儿，是啊，阿武真不错啊。可不是吗？公主生性活泼可爱，靖王在边关时常叨念着五妹长五妹短的。是啊是啊，五妹啊，人长得又漂亮聪明，要不是有公规在，公主戴上珠玉宝穗，穿着绫罗绸缎，那可真是色彩双绝呀。哦，是吗？嫂子，你刚才说的话可是当真的吗？五妹呀，嫂子说的可都是肺腑之言呐。那既然兄嫂们都这样说的话，五妹可要受宠若惊了。哎，对了，阿摩哥，你吃鲫鱼，那你知道有个鲫鱼德国侍女的故事吗？哦，如此典故。不知道。不知道。不知道。哎，五妹啊，你快给我勇哥和阿亮听听啊。哎，对对对对，快讲，快讲讲啊。公主快讲讲。那好吧，据说啊，在古时候有个吴王僚，他吃鲫鱼呀有特别大的嗜好，就像我一样爱吃。他手下呢有一个公子光，就想篡权夺位，于是啊，他就买通了一个叫专诸的人。为什么？您可千万不能说呀，是太子妃张夫人叫奴婢这样做的。勇哥，我先干为敬。来来来，好。听公主之言，为了不负太子哥的诚意，我非得吞下这盘鲫鱼了。哎，对，阿木哥啊，这鱼你得分我一半。为什么呀？就是啊，你们都知道。阿亮，我啊是最爱吃鱼的。这回啊，我得好好尝尝这鲫鱼的味道。你就知道吃。吴王阖闾用吴王僚爱鲫鱼的嗜好德国，又因鲫鱼失去了自己的女儿，看来这也是天意呀。有其因就必有其果。好，五妹，这个故事我们小时候就听母后讲过。五妹，我们都讲过听过了。你们快起来！告饶，告饶，告饶！你们骗人！你们何止？那还不把他活活鞭死？行，你们合起伙来骗我！哼！你们欺负人，真该打！哥几个合起来骗小子，我来欺负我。狗德在，给我扇扇。是夫人。你们竟然敢合起伙来欺负我！易公公，把顺儿叫过来。是殿下。又被骗了，气死我了！真的是几回了？三次了吧？气死我了！来来来，快吃快吃，快来啊！再不吃鱼都没了。来来来，快吃快吃快吃啊！这是甘北遣人给太子殿下供来的银杏，请王子殿下和王妃笑纳。哎，勇哥，你好福气呀！大概府上美女如云吧？美女如云，父皇母后一向反对妻妾成群，勇哥哪敢越雷池啊？不求有功，但求无过吧？啊，勇哥，我为你高兴，真的，
是啊，勇哥，我们都替你高兴呢。嗯，顺儿，顺儿的确很顺我意啊。啊！放肆，滚！夫人，嫂子，夫人，这哪还有什么宫规家法？君不像君，臣不像臣，父不像父，有赐宴有设宴。夫人，夫人请息怒。他竟然把那个狐狸精叫出来，抛头露面，引入圣门。他的眼里，他的眼里还有我这个太子妃吗？就是嘛。不过夫人，依奴才之意，吵是下策。有话快说。夫人，依奴才之意呢，这个我……哎呀，你这个狗奴才，怎么也学会卖关子？你快说呀！哟，夫人，您别急呀、啊，这要是急坏了身子，那多不划算呢。哎呀，你快说嘛！夫人，夫人千万不要生气呀、啊，奴才哪敢跟您卖关子？奴才我可是一心一意为您着想啊！奴才的意思是说，您是娘娘的亲侄女啊。有什么委屈不能跟娘娘去诉说诉说啊？这话说的倒是不错。嗯，我也要让他们知道，我太子妃张良娣也不是好惹的。哼，狗德，你是唯恐天下不乱啊！你这话什么意思？我可都听到了。嗯，都听到了。嗯，那又怎么样啊？哎呦，告诉你，当奴才的少多嘴。你哎呦，你也敢打我啊？我是奴才，那你呢？你是老奴才。哎呦，你个老东西，老奴才。老阿姨，如今你也欺负到我的头上来了，你也不睁开眼睛看看我是谁。夫人，奴才哪敢欺负您呢？奴才认为宫里的事儿没有奴才们多嘴的份儿。说得好听啊。我问你，太子究竟给了你什么好处，值得你这么庇护他？回夫人，太子从未给过奴才什么好处。说得好听啊，这宫里上上下下谁人不知，哪个不晓？你老阿姨可是太子和王子们眼里的大红人啊。奴才只是奉命伺候太子殿下。哼，别人不敢，我不怕，处死个奴才就像碾死个臭虫。狗德，奴才在。替夫人掌嘴。是。夫人，这，你怕什么呀？我当初我奉娘娘的旨意打了他，后来他就他打了我哟。义父奴才想，给我打。是。你个老东西，你。说，你们就这样成何体统？杨勇，你过来。是。过来，过来。杨勇，你过来摸摸朕的衣裳。你再摸摸这玉案的帘幔，你们再看看这些帷幔帘帐都是用什么做的。啊，父皇，是布，是用布做的。这是大兴宫，是父皇临朝的大殿，可是这里没有丝锦绸缎，没有金珠玉翠。朕自登基以来，励精图治，工于简朴，不敢有半点的疏怠，才有了今天国富民安、大隋盛世。身为一国之君、一国之母，常以粗布为衣、粟米为食、甲骨为佩，这是为什么？难道
难道你们不知道父皇母后的良苦用心？朕听说太子府经常设宴奏约。父皇，父皇，儿臣哪敢经常，只是昨日为迎接阿摩帝。嗯，不是晋吗？嗯，你们经常这样随便的称谓，什么阿摩帝呀、阿勇哥呀，不要忘记，这是在宫里。你们身为王子太子，任何时候都不要忘记宫规礼法。是父皇，儿臣记住了。记住了就好。身为皇帝之子，不能以身为则，让朕有何脸面去要求下臣？孩子们，起来吧。儿臣们，你们要记住，奢侈靡费是败国之道，要切记。这粟米团是朕为政的座右铭，要经常看着它，想着它呀。慢，殿下。殿下，留着他。宇文兄，故弄玄虚了吧？不，留着他，也许他会给你带来好运的。那殿下。陛下治国教子真是用心良苦啊。圣上曾对下臣委以重任，辅弼太子，臣实在才疏学浅，不堪重任。蒲野公啊，您对我如同父母，万万不可这样说啊。啊再说我与兄妹之情，朝廷上下无人不知，无人不晓。晋王杨广边关回京，兄妹重逢，畅叙友情。烈士铺张，也难免有不尽公理之处。再说，顺儿不过是个妾室。殿下，陛下治国，老臣由衷的佩服啊。老臣多年追随左右，不为同乡之谊，而是为陛下处心积虑的江山社稷。自然万物中，涓涓细流终可汇成江河湖海，而亡国败政也是由一点一滴之弊端兴起的呀。父皇也太小题大做了，一顿小小的酒宴，一个小妃妾就能亡国败政。陛下的忠言不无道理，这也是古往今来的教训啊。教训？什么教训？哼，又是纣王的酒池肉林，丹乐侍从，幽王的赫赫宗周，褒姒灭之。美女褒姒的确曾将威势显赫的西周弄得国破家亡啊。哼，试想一个小女子没有幽王的纵容，何以会兴风作浪？那罪过原本是周幽王，却为何要让褒姒成为千古罪人？哼，笑话。哦，殿下的确颇有宏论，臣定悉心领教。堂堂的一国之君，一国之母，穿着粗布衣，戴着古角饰，宫廷上下寒寒酸酸，这哪有圣皇的威仪？若外夷来朝，会耻笑我大隋的。我认为治国之本在于皇帝的宏图大略，在于陛下。小臣要告你谤君之罪啊。哼哎，那端拿。奴才在。把图挂在书房里。看来
天下平臣的主意已定了。人人都说你是小陈平，你这个智囊怎么变成了绊脚石了？哦，此话从何说起啊？陈国虽有长江为堑，然而昏君无道，陈叔宝不堪一击。那条横断南北的大江，对于我杨广来说，只是一条小河沟而已。哦，不过稍后我会和太子再商议一下。殿下，说得好，说得好啊。关于与太子商议之事，臣看就不必了吧。嗯，臣虽为太子，但阿勇不才，生性忍辱，常有儿女之情。殿下，您身为储君，肩负社稷重任，要有雄才大略，这样才不负圣上一片苦心呢。殿下，臣与太子朝夕相处，深知太子的仁义慈善，这正是治国之本呢。自古君王施仁政者得天下，行暴于民必失天下。杨勇虽生帝王之家，却不享帝王之志。仆夜，我真希望自己是百姓之身，生于庶民之家呀。臣明白了，可身不由己呀，命主注定太子必是帝王之身呐。殿下一生淡泊，不求功名，这也是老臣为人之道。可是殿下，您想过责任吗？这不是你我可以选择的，这是与生俱来，苍天注定的。殿下，您是否在回避什么？或许在怕，怕那残酷的历史也会带来几丝血雨腥风。我与父皇共治朝纲，共理朝政，不求无功，但求无过。哦，殿下，老臣多虑了。恕臣直言，臣以为当今朝廷上下都为伐臣之事争议纷纷，此举乃万世大业，不知太子对此作何看法？不知父皇究竟意欲如何？殿下，臣以为你身为太子要……易公公，给仆夜上茶。哦，殿下。哎，易公公，你的脸……这是让蜜蜂蛰的。蜜蜂？哎，殿下饶命啊，殿下，殿下饶命啊，殿下。高德，这次传你来，奴才明白，奴才明白。高德，你大概忘记十年前的教训了吧？啊，殿下，奴才也是迫不得已呀。阿木哥，饶他这次吧。啊，殿下，老奴实在不敢承受殿下如此大恩呐，饶了他吧。阿木哥，就饶了他吧。啊，好吧，看在汉王的面上，饶了你这次。不过嘛，跟以前一样，听见了吗？谢殿下的大恩，谢殿下大恩大德，谢殿下。写狗叫。是。万一让父皇母后知道了，
我们这不是顶风而上吗？阿摩哥知道了又怎么样？不过是个奴才。可奴才他也是人呐、啊、也有人的尊严。阿摩弟就听勇哥一句话好吗？阿摩哥你狗德，记住这次教训，滚回太子铺。是是是。哎呦，阿摩哥，亮帝。阿摩哥，哎，亮帝，听说你要去并州继任。嗯，父皇说等杨素评判回京后再行。嗯，好好干，别给勇哥和你阿摩哥丢脸。阿摩哥你就放心吧啊。哎嗯去。哎，勇哥和五妹为什么没来啊？勇哥心绪不佳，五妹她偶感风寒。勇哥也太怯懦了。端了啊。殿下，做几样好菜给公主和太子送去。是。殿下，小臣是东宫宿卫柴嗣昌。阿摩哥，柴公子武艺高超，尤其擅长剑术，他可是小弟聘请的剑师啊。哦，是吗？来。嗯嗯，殿下，小臣不恭了。嘿嘿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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呀！嘿，宇文兄，接剑！嘿，宇文兄，你也试试吗？呀呀！嘿，嘿，嘿，呀！阿摩哥，看剑！嘿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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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唱。
臣。你是中国历史修的长城，你是炎黄子孙自强的雄。